个中秋节 ，Paul Lafayette 将法国传统甜品 Calisson 带到香港。由法国全人手制造的 Calisson， 外形好似片片花瓣，六款口味有青柠薄荷、桑梅抹茶、玫瑰、柠檬、薰衣草、梨。礼盒中间就放住榛子牛奶朱古力，仲有限量版骨瓷瓷器，巧妙咁砌成莲花图案。远道由法国而嚟嘅甜品大师，仲即席示范咗呢款百年皇室甜品。传统口味由甜杏仁、普罗旺斯顶级蜜瓜同埋橙皮组成，将杏仁磨碎之后混合馅料制成夹心，再用特制压饼机分层压出。Calisson 的诞生其实背后有一段浪漫的故事。相传当年法国国王为了一解女王的思乡之苦，特意命令皇家厨师创作一道甜品讨女王一笑。厨师就根据女王的眼睛形状做出了 Calisson。 女王食过之后终于都微笑，众人都感受到那份窝心的温暖，就好像给了大家一个小小的拥抱。大家都积极二次创作，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，人月两团圆。